大家好，我现在介绍一下那个我们的配置，就是主唱兼吉他如言，然后贝斯手乐哥，不敢贝斯手伯贤，看错了，然后乐哥，然后鼓是于婷。哦，我想说一下，我们开这首歌是因为那个我们社长平常脸都很臭，然后我们就想开一点快乐歌。让他开心一点。然后如果那唱完大家看到他还是臭脸的话，以后就叫他臭脸文文。开始，可以开始。好，谢谢，我不知道我这一段。